是这个陆祥明啊，陆祥明他想祝福新竹的台大罗老师的各位呢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啊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娶到美妻啊，美丽的妻子，不一定要很幸福，但一定要很舒服啊，优质浪漫。拜拜。君は